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我们现在呢，人在台北啊，知道为什么我冲上来吗？就是最近啊，有很多观众就会问我说：“卢哥 ，Jonas 呢 ？Jonas 到底在哪里？”这个说来话长，就是他最近哦，就是年纪的晒啊，都没在打理，你知道吗？堆的肚子都是，然后就好了，不闹了。就是呢，因为 Jonas 他平常是有在工作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时间对不上，对，反正他就是忙工作。那由于我对他的思念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就直接杀上来台北。他明天有上班，而且我已经打听到他在哪一间店上班了。我们明天就是来给他一个突袭检查，就单纯突袭而已吗？当然没有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除了突袭以外，还要来测试一下他的爱心，他到底有没有良心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在Jonas的店附近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刚才呢有稍微的套他话，他人现在正在上班。我问他说要不要打传说，他跟我说现在吗？可是我要去上班了，哎，好，代表说等一下去店里一定遇得到他。我等一下呢就是假扮外送员，然后呢我会把我的脚假装裹石膏那种感觉，然后再杵个拐杖。那你自信怎么办？袖套神器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就是假装掰咖的外送员。然后看他收到这个餐点，他一定懵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懵完之后，看他会不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，他肯定认不出我。有没有可能我一进去就说：“干，你来冲他笑？”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，有没有可能一进去就被暴打？有没有？我跟他好久没有见面了，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最帅外送员又出动了，这一次跑来台北。我们之前外送骑过重机，开过法拉利，那这一次拄拐杖。这外送员肯定厉害。再来嘞，裹脚，对，裹脚，裹上你的大石膏，这样你会尴尬。哎，阿佑，刚刚走过来多久啊？我走过来大概五分钟。这个走五分钟的路啊，我们等于说等一下要出来开五分钟。达克，你对于等一下我要去送你妹妹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其实我跟我妹相处这样，我们两个都还蛮正经的。嗯，然后呢，我很少看到她有那一面出现。那所以我也很好奇，她等一下会怎么样？哦，你说爆炸的那一面？因为我有一小段时间没看到她，我想说，刚好你要拍这个企划，那我一定要来协助你一下，一定要弄她一下。对，我们已经有串通好这件事情，所以妹妹不要生气哦，要觉得开心。给她裹好，还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有像哦，有吗？有像哦。那我们又身为外送员，哇，我们真的是敬业啊。他上班很累啊，一定会肚子饿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帮他准备一点吃的东西。加菜哦，对，我这样拍完会不会我哥我妹？哎，好哥，感情破裂。哎，帮他加菜，哎，可以。哎，这个重量我觉得可以。再来一些叶子啊。这个蔬菜要吃，绿色食物，树皮，死掉的。好，绿色植物要吃。哎，可以，好。这个是 Jonas 今天的晚餐。哎，不需要拐杖啊。怎样啦？没有看过人家裹石膏哦。快到了吗？左转。还很远吗？这边左，那边是口，右转就到了。不是脚裹石膏吗？其实蛮难走的，蛮难走，还是要腾低一点看看。不是啊，我说脚裹石，这里拄着拐杖真的蛮难走的。哎，学好了，喂。哎，那个帅哥，帮他拍一张，太棒了。不想教我。来，我们要正式着装啊。可以。差不多。安全帽。我们要实测 Jonas 的爱心，这样。对。好。你安全帽戴起来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好。
来，那我们带起来，这样子哦。你那个要盖起，这个要盖下来。对，眼睛要遮住，对不对？我眼睛这样是不是太好认？对，眼睛太好认了，太水汪汪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啊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来，架设备，可以吧？照得到吧？照得到，可以啊。好，照，我帮你看起来。好，对。嗯，餐点，拐杖，裹脚，外送员来了，走。小顾，随时准备好。有客人。谢谢你的外送。外送吗？对。是，稍等我一下。好。我去问人家有没有叫外卖，叫了飞机。我们没有叫外送。嗯，是谁叫的呢？周舍林。周舍林叫的外送。显示的是什么 ？Joseph。Joseph， 他有联络方式吗？还是就是？我确认一下。好。我打个电话。我觉得你可以第一人称拍进去了，他都完全认不出我，他完全认不出我，真的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你有压低声音没有？有，我讲话就这里一个。哎呦哎呦。我拿给阿姨，你拍，好了，都是我拿，都是我拿，这边，快，走过去，接着。他完全认不出我啊！我这个帽子在压，他完全认不出我，完全。你们有卖一只脚的鞋子吗？我缺一只脚。而且他到现在没认出他哥。他等一下还有两个惊喜。危险的东西。先生这边一律打九折，好，真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不要打九折。对不起。他没有，他要帮我买，好。他要帮我买。他还不看我。连讲话了，他还不知道，没看过这么智障的。这真的是你妹吗？你真的应该是啦，应该是没错啦。适合上班吗？好，因为脑子都没有带出门，我都没有想要。你这个脑子没有带出门。客人的，我已经进来店里面大概十分钟有了。对啊，刚刚还在他面前脱口在讲话，但这个呢，他负责什么呢？抬起来才八寸。这个脑子妈被驴踢的，怎么样？今天开不开心？你先访问一下他的感想。大家来陪你上班，开不开心？你不知道我这样子走很远呢。我想说，哪个笨蛋会这样子，还让自己送外送啊？而且我从来没有做这个。而且我刚刚一直在跟他讲话，他都没有发现是我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啊，谁叫的外送？那你吃午餐了吗？你喜欢吃午餐了吗？还没，快点先去开一下便当。里面是什么？哦，你买烧腊是不是？你买烧腊？哎，烤鸭。你袜子在里面啊？没有啦。
没有袜子。你的袜子啊。对不起啊，好了。Jack it up.